不腻，然后猪皮的部分特别的 QQQ 的，没有什么过多的那种情情爱爱，然后就是剧情非常引人入胜的那种，就是一集一集看，是真的停不下来。哎，这个闻起来老香了，这个汤也不错。哦，吃的出汗了都，天哪！感觉昨天下了一场大暴雨，对，今天稍微凉快了一点。前几天真的热爆了，好像有33度最高的时候，这整个就是夏天来了。我穿上的衣服真的很少，因为南京没有春天。我把这个捞一捞。